大家好，我是夏克力，朋友叫 Chris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我想要我他爸爸之外，我也是他的朋友。然后我也觉得说，他长大之后，我要维持这个感觉，就是我是他的朋友，所以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讲。如果是他跟男朋友的事情啊，或是什么东西让他不开心，我也希望他可以跟我分享。然后就是到他结婚，然后已经有自己的家人生小孩，都会来找我去聊他的新的事。蛮久以前就是常听别人这样讲，就是说女儿是老婆的小三啊，然后是爸爸的未来情人啊。确实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疼女儿的，然后也很爱我的女儿，但是就是还是老婆也很爱啦，因为有老婆就是才有女儿嘛，然后就觉得很棒。就是如果我现在逢人就推荐说，一定要生女儿，因为我觉得生女儿CP值真的太高了。我愿当你的树，不孤不孤，为你野荒之苦，不孤不孤，想看你翩翩飞舞。没反应，我觉得他的反应应该是，对。